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也有很多课本，然而我并不喜欢他们。我有着许多的爱好，可最终桌面会变成这样子。对我来说，有一个满意的桌面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所以花了很多心思去布置，毕竟是花最多时间待着的地方。破操了，嗨，大家好，这里是233。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样在这个宿舍的环境中利用好我的桌面空间，然后提升我的工作效率的。首先，我居住的是一个四人的宿舍，也就是说，我们这边，你可能不会想看往那边看的，还是就专注我这一块好了。在电脑的选择上，我选择了台式机，是一个 ITX 的平台。这电脑其实历史很悠久了，是2016年我自己在网上购买的配件进行组装的。有人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这样狭小的空间内非要放一个台式机而不选择笔记本电脑呢？使用台式机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那就是只要觉得配置不够用，就可以一点一点升级。比如这台电脑刚装机时，我选用的是 i3 的 CPU， 现在我升级到了 i7，然后内存从8G 升级到16G，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换了一遍，而现在性能是完全跟得上的。我身后这个桌面就是我每天待着最久的一个地方。说起来的话，在过去我是一个相当十足的网瘾少年，基本上每天都会打英雄联盟打到12点1点左右。然而到了后来，我的兴趣渐渐往摄影和视频制作这方面转移，现在我已经不打游戏了，而这台电脑就变成了一个我的生产力工具。我的桌面一开始其实没有布置成现在这样子。作为一个学生的话，肯定有超级多的课本，而我之前就一味的把课本全都堆在书架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杂物也往书架上放，往桌面上放。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桌面非常的杂乱，而且收拾起来也异常的费力。所以我决定去除一切的干扰，只在桌面上摆上这一台电脑，尽量将一切会干扰我的因素全部排除。像我之前提到了，这是一个四人的宿舍，如果我想完完全全的投入到那个剪辑的状态中，平时是不太可能的。只有到了深夜，其他室友都睡着，我才能真正的开始专注于做某一些事情。就比如我之前在做翻译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影片都是我在深夜里完成的。对我来说，在夜晚用电脑最大的挑战就是长时间对着电脑屏幕，眼睛会变得很酸。在晚上如果开顶灯的话，会影响到室友的休息，而不开灯的话，自己的眼睛会很难受。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桌面上保留一个照明。以前我的桌面照明方案是宿舍神器酷毙灯，后来我又添加了一个明基的 Screen Bar 屏幕挂灯。在我收到 Screen Bar 之后，我立刻注意到的就是它的体积真的非常的小，而且它这种独特的屏幕上的挂载方式完全不会占据你桌面的任何空间，所以我觉得 Screen Bar 就有完美的融入到我的这个桌面中，基本上不会让我留意到它的存在。第二点是它采用了一个不对称的光路设计，在桌面上使用台灯的话，相信大家都有过这种体验，屏幕上会有一个台灯非常明显的反光，而明基 Screen Bar 虽然它是挂在屏幕正上方，可是它的光线却不会照到屏幕上，只会照亮工作的区域，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地方。作为一个工作灯，我觉得这款灯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存在。除了在用电脑时开这个灯之外，我发现我在拍摄一些小物件时也经常打开这盏灯进行一个照明，它是从上方投下来，相当于一个顶光，而这种光我觉得很适合产品的拍摄。这时候肯定会有弹幕说，233是不是恰饭了，这个灯卖1000块钱，打扰了。那么这个灯就没有缺点了吗？明基 Screen Bar 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价格了，这是一个价值900块的台灯。作为一个台灯，不是所有人都负担得起这么贵的价钱的。我是希望以后能有一点点稍微降价的空间，然后对大家的钱包更加友好一些吧。其实这个灯属于那种会让我忘记它存在的那种产品，而就像视频的剪辑那样，好的剪辑你忘记了它的存在，而它却默默地为你奉献，而我觉得这恰恰就体现了这是一个好的产品。好的，以上就是我对这款灯的看法和使用体验，欢迎大家关注我，为这期视频收藏转发，那么我们下次再见。